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计算这一题，我们先用连锁力哈，把它简化，把它消掉了，消掉，消掉，所以 log 以二为底九的对数，哦 log 哈，以二为底九的对数嘛，减掉两倍的 log 呢，以二为底三的对数，啊这个是三的平方嘛，哦二拿下来就跟它一样。所以一减呢是等于零，